你大晚上的把我叫过来是干什么？这一次一定要把持住，不能再同一个地方跌倒无数次。啊，妹妹，你怀有身孕这样跳舞会动了胎气的。不过妹妹这个舞姿啊，真是倾国倾城啊，难怪齐。 什么味道啊？好香啊！哇，好香啊！这把我迷的是五迷三道的。这个是决明子、薰衣草和龙涎香制成的，有安眠的功效。妹妹最近睡眠不好，自从妹妹怀孕以来，我夜夜都睡得很好。只是皇上他经常批阅奏折到很晚，我这香是为皇上备着的。 妹妹真是心细啊，难怪皇上喜欢来你这儿。若是姐姐喜欢，走的时候就拿去一些吧。啊，千万别给我！这香要是被我拿回去，绿篱一生的清白可就不保了。姐姐不肯收这香，是不是嫌弃妹妹呀？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？我心疼你都来不及呢，怎么会嫌弃你呢？我向毛主席保证，只要是妹妹的，我都喜欢。 比如肚子里的孩子。今日妹妹找姐姐前来，是想问姐姐是否知道咱们宫中有什么手艺精湛的裱画师傅呢？裱画师傅？不知道。以前皇上曾经给臣妾画过一幅画像，昨天收拾屋子的时候找到了，就想给裱起来。皇上还会画画？该不会是那种画吧？ 画不重要，重在皇上的心意。皇上给妾身画那幅画的时候，足足让妾身做了3个时辰呢。不知道皇上是否也给姐姐画过？啊啊！哎，那种画我可没有，我向来都是拍照的那个人。哎呀，妹妹不知道皇上没有给姐姐画过，妹妹不是故意炫耀的，姐姐千万别误会了。妹妹放心。 我没误会，哎，小情侣嘛，相互画个画多正常啊！不过我可提醒你啊，这画啊，你可得收好了，流传出去啊，就是艳照门。